看不见听不见喜爱你的女主角西木优子小姐表示，这是第一次饰演听不见的朋友，她非常努力和手语老师学习，希望手语的演出能尽可能的自然真实，让听不见的朋友不会有不舒服的感觉。西木优子表现非常的亮眼。好，山下智久先生为了看不见听不见也爱你，特别向相关人士进行了访问哦，并且为了体验看不见的无助感和生活的状态，尝试着自己在家蒙着眼睛生活，好让自己能更进一步理解张智的心情，表现令人非常的动容。只有山下智久才能超越山下智久。山高春，请教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新德妖子。我想你，我爱你。哇，融化。